另外讲一个呢，就是个重心转移问题。有的学员提出来，他做动作的时候感觉不到这个重心转移。啊，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叫重心。当人在打球时候啊，人站直，含胸收腹啊，这时候的重，人体的质量分布啊是对称的，它的重心就在这个人体中线的垂直线上面。当你挥手拉手的时候，手拉开，人体质量分布偏右。人朝右倾斜，质量中心也是偏右，这时候重心自然压在右脚上。一般来说，只要你挥手动作正确从右边挥向左前方，身体随着往左边偏移，它的质量分布是偏上左脚这个就叫重心转移，从右脚质量分布从右脚偏向左脚，这就叫重心转移。这个重心转移呢，一般来讲在打球的时候都要伴随着蹬地蹬地。做动作的时候可以拉手重心偏到右脚，挥手挥到左前方重心偏到左脚，加上一个蹬地，蹬地呢使得这个重心转移的速度加快你要重心转移速度快，你肯定要蹬地，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东西有的学员做动作刚才讲了，不但这个脚在转，而这个脚还在蹬还在蹬，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必要。一般来讲，蹬地力量的大小和这个发力有关系发力大蹬地多一点，发力小蹬地就很小，你主要注意体会重心转移的这个感觉不要太大因为你力量不大，像这个地方就有感觉就 OK 了。根据我的经验你这个正手攻球拉手时候重心放在右脚，只要你挥拍动作正确，质量分布是往左脚的，一般都有重心转移你把这个动作练熟了，随着你正手攻球力量增加，你这个蹬地的动作自然就有这个蹬地不是太难蹬地不是太难。